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这次来收这台公益车，我们今天来到台中，这是2000年的 Premio， 车主接过来之后发现有泡过水。好，我们一样从前面引擎盖开始看，等一下再看外表好了，我们先看里面。其实前面看不出来有什么任何的异状，我拆一下看看好了，因为它原厂清的嘞，你看，加掉头。车主他买的时候啊，车主之前都在原厂保养，最少他没有什么大的碰撞。车主之家他觉得报废也不菜，好像开他也没有不用特别花到什么钱，一直修他这样，他认为是还可以再开了。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他都可以正常开啊。再来就是说，泡水的车是不能马上发动，拖车拖去修理，引擎水不太会跑进去，赶快清一清洗一洗，你就可以再发动了。主要是电脑啦，电脑如果泡到水就比较麻烦了。你先跟他修个老啊嘞，这边啊。嗯，好，要多注意。他现在应该不能开了，好可怕、哦！现在要干嘛？现场无敌无敌，瞬间交。赶快升级。好卡，会不会太厚啊？不管了、啊。你反正买这个是要捏碎，然后涂在上面。对啊，我正值这个吃了，我不是浪费食物。回家吧。汽车教授。直人洗车用品专卖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转过去看一下，啊，有没有看到他？这个啊哈，后来我再三我有跟那个原车主有去跟他协调过了，因为后来你也知道哈，水箱那些材料我都叫来了，好，本来要处理的话，后来那天在检查有问题。我本来想说水箱换一换，其实就好了了。其实代志不是咱猛人说行为较简单。有请巨哥看一下嘛。我那天我们有讲了，这边没什么漏，可是他发现下面的油漏比较大，俗称是 Cadle 的垫片。气缸船就是更低下面的，因为我问了他，大概有2年前就差不多快破掉了啊，因为他少开，那丢在那边放很久啊。反正就是如果要用起来，可能就是要去人工哎，小冲了嘛，冲的话就会磨零骨用几罐物件。后来想一想，有跟小四也讨论一下，后来我们是决定就是啊就不修了。可是我有跟车主协调，因为车主他一直都舍不得报废嘛，他表示很爱这台车，想了很久，他跟我说最后好了，帮我寻一个好的价钱这样啊，到时候帮我捐出去这样啊。后来我又想想也对啊，假设好了，我今天修好了，先不管钱谁出的，我出的也好，泰山出的或公司出或是客人出的，那都其次嘛。修好之后，万一我今天交给下一个新的车主，万一有问题，他找谁？自己出钱找我们，找原车主也不对。再怎样我就觉得这样还也不好啦，因为万一他坏了，一直在陆续要修，我修好了那是没有问题，万一修不好的问题就比较多。哇，这次破了。或许他之前就有了，因为我们那天开始我确定这边温度没有抓，我没有冲过，后来冲过之后他好像哎、对，油又出来了，从这边，对啊，你看一下那边很新鲜的油，对啊，你看冲掉很多种，一种是已经油水混合了，还有一种就是比较轻微的气缸床垫面会漏水或渗油，这就是还比较轻微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台看到它是已经渗油了，渗油就表示那个气缸床的垫片已经撑不住了。要不要再发动给大家看？因为那天我们有测试嘛，我们有插了水管，后来发一发那个油都跑上来了。正常来讲哈，你发动来讲哈，那天我们有试啊，正常不能吐泡，有泡觉得是有问题，它一直吐泡泡。有时候哈用讲的太模糊，我们都操作一下。正常的车，我们里面都是水的话，它水位只会上升，不会有空气。只要漏完空气之后，其实里面是不太会有空气的。那这里面会有泡泡？现在啊、现在看一下，有了。我这个用刹车油量出来水分多高啊？没有这样量过，我不知道。我很有创意吧？它要水进去是不是含水量？我不管，我就想抽完。你不要再弄，到时候比派比。啊，别用啊！对我这样讲是不是有道理？油看它含水量，它一趴都不行嘛。对，它应该是它上去就是 OK， 不能有一趴、二趴、两趴、三趴不行。还是不错哦。为什么机油里面有气泡不行？汽油为什么里面有气泡？来，它因为水跑进去才有气泡。对啊，油基本上我们还没有到热啊，油的沸点比较高啊。所以那这台已经确定是油水混合。
不是不是不是，那就是有这个迹象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进钢筒那边已经漏油了，所以你说你要等到很明显的迹象就已经没无，可能现在只要半颗，到时候严重一点就是整颗，也就是这样差别。最终后来报废的那一台，我们报废了哪一台？普罗米欧，对，水箱爆的那一台，对，因为哦修理好，外面也有人在卖，可是万一有问题那很麻烦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把它报废了啊。再来就是车主有讲嘛，到时候就给那个车主的爸爸用爸爸的名字把它捐出去，捐这个叫做台湾动物紧急救援，它是跟流浪狗有关系的，对啊，看一下。扣掉手续费，就是因为今年有一点点税金，其实不是整数啦，我把它分整数600会比较好看。感谢那个曾先生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, 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Sebagak， 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现在要测试，你有几只都会有球的哇？他们几个修发电？哪修发电？哇上了上了，这样也算啊？那真的，我是奇才吧？机油里面含水量是应该是零的。啊，有些人说，啊，你换个机油就好了，换个机油是好的没错，可是水进去对。